不要伤了自己，更不要伤了两国的体面。西周王自王后去世之后便时常疯癫，只要你允诺和亲，我便向圣上禀报，西周王神志不清，误伤中原使者。这样一来，西周王还是西周王，你们还能得到圣上的封赏。就是你逼死我阿娘的。我也不想啊，公主，今夜好好歇息，明日一早随我上京，西周王自会有人照料。来人，在，护送公主回寝宫好好休息。是。公主，请用餐吧。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禀公主，奴婢是新来的，特意只来服侍您。你知道，大妃的，大妃去世之后，并不知公主何时会回归。中原的大臣们怕时间久了有碍体面，已依王上的意思厚葬在王陵了。我父母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王上自王后落了葬便如此，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，清醒的时候嚷嚷着要杀人，糊涂的时候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糊涂，我希望不妨糊涂一点，糊涂点好。奴婢告退。公主，你吃点东西吧，你都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啊？就吃一点儿。出去！难道公主吃饭也要像看着犯人一样吗？公主，刚刚那个宫女我认得，她之前服侍过大妃，这是她刚刚偷偷留下的。这是阿爹的笔迹，高贤不是李超派来和亲的使臣，不知道怀了什么心思，叫我们一定不要落入他的手里，
还得叫我们去找使臣安国公，向他表明我要嫁给李朝太子，如此才能保我的平安。王上的这个办法好，我们先假意求和，然后再逃跑。阿杜一定想尽办法逃跑，然后去找那个中野使臣。等等，阿杜，让我再想想。让我再想想。我们即刻就去找安国公，告诉他我愿意嫁给李朝太子。好，阿杜现在就去准备。公主，我们要准备好逃亡的物品啊。不是逃亡，我是真的要嫁到李朝。公主，可中原人是我们的仇人，不然我们可以逃到哪里呢？不管逃到哪里，李成银都会找到我，用父兄来威胁我。哥哥在外未归，这里又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是家族的血脉，父王的骨肉，我不可以再失去他们。阿杜，我现在必须要嫁到上京，嫁到李朝。现在看来，李成银联合硕伯灭丹池，必定是给了硕伯好处。我只有嫁过去，才可以保全西周。我原来不明白，明远娘娘那么想家，为何不回去？宁可病死异乡。现在终于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哼，这个高贤简直狂妄，只手遮天。九公主回宫多日，她竟然阻止我见西周王。安国公，西周王宫传出的消息是，西周大妃被高贤逼杀之后，那西周王灭疯了。什么？究竟要对九公主做什么呀？他将九公主软禁在了宫中。谁？婢女阿杜奉九公主之命求见安国公。九公主？九公主用不惯兰香，要用栀子香，你们怎么都记不住啊？阿杜，他们不知道我的习惯，你去帮我取回来吧。看什么看？要死啊！敢偷窥公主沐浴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委屈你们了，公主，我们走。
出什么破绽吧？不会，再不半个时辰便是换班时间，换班的人知道公主在里面休息，我已经吩咐了迪莫，等熄灯就让她出来，守卫的人一见是婢女，不会为难的。参见安国公。放行。何许人也？竟敢阻拦朝廷使臣车队？国公息怒！国公息怒！国公，西周王想借皇宫失窃，污蔑我中原人坚守此道，高某迫不得已，为了洗清偷盗嫌疑，只能望国公配合我们开箱查看。你们敢？国公，事关国体。只怕由不得安国公了。大胆！将军，没有。高贤，此事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等着回上京受参吧。走。等等，高贤，你可要适可而止啊！国公，这西周国最重要的宝物是什么？我没工夫跟你猜谜。西周国最重要的宝物，就是这西周国的九公主。九公主，我已经答应嫁给太子。安国公，请即刻带我去面见圣上吧。国公，公主和亲应该备好仪程，风风光光地从王城乘辇车出行。你这般带走九公主，就如同携带私货一般，未免太伤两国国体了。我看还是先让公主跟我回去，待备好仪程，再风风光光地出行吧。哼。高贤，除非你今天杀了我，否则你休想带走九公主。袁通，末将在。即刻修书一封，奏报上京。我朝求亲使团回京途中遭遇杀盗，自安国公以下尽数被杀，无一幸免。殿下，我听说今日安国公突然要启程回京，应该是带西周九公主回朝。西周的状况现在举步维艰，西周王拱手把狄公主送去和亲，这倒没什么不妥。既然有安国公在，
他高贤跑去西周王那里做什么？殿下，圣上的谕旨到了，宣殿下即日返回上京。高大人已经在军营中等候殿下，准备护送殿下回上京。下去吧。是。五皇子，高将军，近日天冷，你何必亲自来送啊？五皇子，在你回上京之前，我给你备了一份大礼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高将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家父和皇后娘娘在书信中特地交代，要促成你和九公主的婚事，日后在你夺储之时，会多几分胜算。多谢高将军费心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五皇子的雅兴了。末将告退。你就那么想让我嫁给你？你害死我阿翁，
逼死我阿娘，逼疯我阿爹，现在还把我带到这儿来。李成爷，你做的肮脏事还不够？我就是想让你嫁给我，你既然都答应娶李超和亲，那嫁给谁不是嫁？除了你，谁都能嫁。只要他能帮我杀了你，他就算是最下贱的奴隶，我都愿意。你再敢说一个字，我……你就杀了我。你最好现在就动手。等到了李朝，嫁给太子，成为太子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会让你千倍万倍的来还丹赤的血仇。小风，太子已经死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助他夺得太子之位。如果你去和亲的话，那么最有可能成为他的太子妃。你所谓的复仇根本就没有希望。都计划好了，啊！我就像个笑话，我就是个跳梁小丑。你们这样折磨我，好过吗？小风，小风，我知道你恨我。但我只要你活着恨我，你折磨我也好，报复我也好，只要你永远别离开我。小风，你再相信我一回，我带你走，再不踏入李朝半步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是你把我亲手推给他，迎来丹赤的祸乱，你还有多少陷阱等着我？我现在身后就剩一个西周了，你们也要灭干净吗？顾小五曾经答应我三件事，现在还算数吗？算数，永远算数。好，我要你杀了顾谦。原来你也恨我至此。你要杀我，毫无怨言。我知道你是李朝皇子，没有人能杀得了你，但我要你杀了他，我要让你永远背负着杀死亲人的愧疚活着，就像我一样。小风，
知道我做不到。错都在我，顾家是想护你周全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你的亲人就是亲人，我的亲人就不是。好一个兄弟情深。表哥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如果退回去，在哪一步重来，才不会错得这么离谱？一定要带回来。明白。快，给我追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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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定不能伤了小凤。是。
公主快走，这里有我。顾剑，你这个叛徒，丹池的血仇你也有份。呀，师傅，你把我骗到这儿来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说好的礼物呢？无论什么时候，你想离开，需要师傅，只要发射鸣笛，师傅一定会出现。要来了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
景峰，景峰，景峰，走，跟上。阿杜，小峰，你过来，你先过来，来，来。顾小五，你再替我捉一百只萤火虫，我就跟你回去。小峰，你看。这没有萤火虫，中原很好，中原有萤火虫，有漂亮的小鸟，好看的花儿，精致的房子，你会喜欢上中原的，啊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哎，好，好，一百只萤火虫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千万别往后退了。小五，你说这忘川的水真的可以忘情忘忧忘记一切吗？小峰，要生要死不是由你做主的，你想想，你想想西周的父兄，想想西周的百姓。我真的好想忘啊，我想忘记这里一切的痛苦。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就向父皇请旨，保西周平安。天神就是有这样的能力，神水可以让人忘记一切痛苦，让人忘记一切烦恼。可是没有人能够活着从这里回去，天神的眷顾有时也很残忍。小峰，你要是敢跳，我就让整个西周给你陪葬。殿下不会的，殿下要是再拿西周大开杀戒，毁掉的不光是一个小小的西周，而是李朝整个边疆的平静。不要，小峰。顾小五，是我错看了，现在国破家亡，是天神罚我受此磨难，生生世世我都要永远忘了你。
抓紧我！师傅，把那只手给我。师傅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抓紧！小峰！武皇子，小峰，小峰，小峰。小峰。